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鱼丸。英雄联盟首的上线，对不少玩家来说是情怀的重现，大家都迫不及待去下载体验一下当年的味道，但感受如何只有自己知道。不过有不少玩家反馈，虽然游戏刚刚上线，初期还能找到一些当年的感觉，但是越玩越觉得力不从心，玩不下去。鱼丸也看到不少网络上的评价，其中画风一时难以接受是很多人的共识，因为玩家基数的问题，习惯了王者的玩家突然去体验英雄联盟的偏二画风，一时间很难接受。另外，英雄联盟对局时长也偏长一些，不太符合手游的定位。英雄联盟确实环游了端游的玩法，但在游戏环境上是没有做出考量的。英雄联盟初来乍到，热火爆棚是因为情怀在，但毕竟和端游不是一个游戏，需要重新适应。而习惯了王者的玩家去了英雄联盟，肯定会出现不适感。加上之前在王者投资的时间和金钱，哪个更香？我觉得这账不难算。因此，我个人认为英雄联盟不会凉，但想要和王者比较还是有点难。但这对王者来说是个鞭策，因为王者有了新的选择，所以未来的王者策划们应该会更加注重玩家的游戏体验。一家独大的时候过去了，王者也真的要来点压力了。那你们觉得呢？